铁饭碗吗？尤其是像比较长辈的，都希望自己孩子是去这种考公务员，因为第一比较稳定，第二他是铁饭碗一辈子的工作嘛。我更希望我自己选择我自己喜欢的职业，稳定啊。就是我爸妈也想让我考公务员，好像爸爸妈妈尤其是女孩子都想让考这些吧。自由职业更自由，公务员没啥自由。可能大家都以为他会是个铁饭碗啊之类的，虽然就是看上去可能工资没有那么高，但是他起码是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嘛，可能很多人都会去选择。而且的确是这些年的话不是压力也越来越大了吗？考公务员的压力就是可能在大家心中呢都是这种哇塞，就是你考上之后就啊特别厉害，就可能这个时候他就不会去在意工资多少了。很多那种父母觉得孩子一辈子的铁饭碗吧，比较稳定嘛，而且很多人比较顺从父母的意见，我不希望我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，这一辈子是自己过的，如果要听从父母的选择的话，那过得不开心。因为我觉得是很传统的吧，就是比较有面儿，听起来比较好听，我不会选择吧，应该，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自由的人，我觉得工作的话就会选一些比较自由的东西。稳定，铁饭碗，然后五险一金，因为大多数父母都觉得吧，孩子有个稳定的收入就挺好的。